Chinese smartphone maker Xiaomi Corp has alleged its top executives faced threats. 选举过程依法依规，公平公正有序，这一结果充分彰显了香港特区新选举制度的民主性、先进性，说明新选举制度是一套符合"一国两制"原则、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好制度。 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，香港的选举怎么选、谁当选，完全是中国内政，轮不到任何外部势力说三道四。个别西方国家应正视香港已回归中国25年的现实，认清香港由乱到治的大势，立即停止任何形式的 乱港、恶华图谋，中方正密切关注此事。中国政府一贯要求中国企业在海外合法合规经营，同时坚定支持中国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中方希望印方为中国企业 在引投资经营提供公平、公正、非歧视的营商环境，依法合规调查执法，提振国际投资的信心。